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八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九，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。尔时善财童子合掌恭敬崇伯弥勒菩萨摩诃萨言：大圣，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而我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，云何修菩萨道。大圣，一切如来受尊者记，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若一生当得无上菩提，则以超越一切菩萨所住处，则以出过一切菩萨离身位，则以圆满一切波罗蜜，则以深入一切诸忍门，则以具足一切菩萨地，则以游戏一切解脱门，则以成就一切三昧法，则以通达一切菩萨行，则以证得一切陀罗尼辩才，则以于一切菩萨自在中而得自在，则以积极一切菩萨助道法，则以游戏智慧方便，则以出生大神通智，则以成就一切学处，则以圆满一切妙行，则以满足一切大愿，则以领受一切佛所记，则以了知一切诸圣门，则以堪受一切如来所护念，则以能摄一切佛菩提，则以能持一切佛法藏，则以能持一切诸佛菩萨秘密藏，则以能于一切菩萨众中为上首，则以能为破烦恼魔君大勇将，则以能做出生死旷野大导师，则以能做治诸祸重病大医王，则以能于一切众生中为最胜，则以能于一切世主中得自在，则以能于一切圣人中最第一，则以能于一切声闻独觉中最增上，则以能于生死海中为传师，则以能不调伏一切众生网，则以能观一切众生根，则以能摄一切众生戒，则以能守护一切菩萨众，则以能谈议一切菩萨事，则以能往诣一切如来所，则以能住止一切如来会，则以能现身一切众生前，则以能于一切事法无所染，则以能超越一切魔境界，则以能安住一切佛境界，则以能到一切菩萨无碍境，则以能精勤供养一切佛，则以与一切诸佛法同体性，以系妙法增，以受佛冠顶，以助一切智，以能普生一切佛法，以能速见一切智慧。大圣，菩萨云何学菩萨行，云何修菩萨道，随所修学即得具足一切佛法，悉能度脱所念众生，普能成满所发大愿，普能究竟所起诸行，
恐能安慰一切天人，不负自身。无端三宝，不虚一切佛菩萨众，能持一切诸佛法也。如是等事，愿皆未说。尔时，弥勒菩萨摩诃萨观察一切道场众会，只是善财而作是言：诸人者，汝等见此长者子，今与我所问菩萨行诸功德否？诸人者，此长者子勇猛精进，志愿无杂，身心坚固，恒不退转，举胜希望，如旧徒然，无有厌足。要善之事，亲近供养，处处寻求成事情法。诸人者，此长者子囊于浮尘，受文书教，辗转难行，求善之事，经由110善之事矣，然后而来至于我所，未曾站起一念疲懈。诸人者，此长者子甚为难有，去向大圣，成于大慧，发达勇猛，万大悲甲，以大慈心救护众生，起大精进波罗蜜行，做大商主护诸众生，为大法传度诸有海，助于大道及大法宝，修诸广大助道之法。如是之人，难可得闻，难可得见，难得清净，同居共行，何以故？此长者子发心救护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解脱诸苦，超诸恶趣，离诸险难，破无明暗，出生死也，习诸趣轮，度魔境界，不着世法，出狱淤泥，断贪殃，解见福，坏想宅，绝迷道，催慢床，拔祸解，撤水盖，裂爱网，灭无明，度有流，离场患，净心垢，断吃过，出生死。诸人者，此长者子未被四流漂泊者，遭大法传，未被见泥莫逆者，立大法桥，未被痴暗昏迷者，燃大智灯，未行生死旷野者，开示圣道，未因烦恼重病者，调和法药，未遭生老死苦者，饮以甘露，令其安隐，未入贪秽痴火者，卧以定水，使得清凉，多忧恼者，未遇使安，系有欲者，小会令出，入见王者，开以制戒，助戒成者，是诸托门，在险难者，到安隐处，拒绝贼者，与无畏法，堕恶趣者，受慈悲手，居害运者，使涅槃成，戒舍所缠，皆以圣道，着于六处空聚落者，以智慧光引之令出，助邪计者，令入正计，尽恶友者，是其善友，要反法者，未以圣法，着生死者，令其去入一切至诚。诸人者，此长者子恒以此行救护众生，发菩提心，未尝修习，求大圣道，曾无懈倦，引诸法水
不生厌足，恒勤积极助道之行，常要亲近一切法门，修菩萨行不舍精进，尘满诸愿善行方便，见善之事勤无厌足，事善之事生不疲懈，闻善之事所有教诲常要顺行，未曾违逆。诸人者，若有众生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是为稀有。若发心已，又能如是精进方便及诸佛法，被为稀有。又能如是求菩萨道，又能如是敬菩萨行，又能如是事善之事，又能如是如旧徒然，又能如是顺知识教，又能如是坚固修行，又能如是集菩提分，又能如是不求一切名闻利养，又能如是不舍菩萨纯一之心，又能如是不要家宅，不着欲乐，不恋父母亲戚之事，但要追求菩萨伴侣，又能如是不顾生命，唯愿勤修一切智道，应知辗转倍更难得。诸人者，于诸菩萨精于无量百千万亿那由他劫，乃能满足菩萨愿行，乃能亲近诸佛菩提。此长者子于一生内，则能净佛刹，则能化众生，则能以智慧深入法界，则能成就诸波罗蜜，则能增广一切诸行，则能圆满一切大愿，则能超出一切魔业，则能成事一切善友，则能亲近诸菩萨道，则能具足普贤诸行。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如是称叹善财童子种种功德，令无量百千众生发菩提心已，告善财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为饶益一切世间，汝为救护一切众生，汝为勤求一切佛法故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，汝获善力，汝善得人身，汝善助寿命，汝善执如来出现，汝善解文殊师利大善之事，汝生是善气，为诸善根之所润泽，汝为白法之所支持，所有戒欲悉以清净，以为诸佛共所护念，以为善友共所摄受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菩提心者犹如种子，能生一切诸佛法故。菩提心者犹如良田，能长众生白净法故。菩提心者犹如大地，能持一切诸世间故。菩提心者犹如净水，能洗一切烦恼垢故。菩提心者犹如大风，普于世间无所爱故。菩提心者犹如圣火，能烧一切诸见心故。菩提心者犹如净日，普照一切诸世间故。菩提心者犹如圣月，诸白净法悉圆满故。菩提心者犹如明灯，能放种种法光明故。菩提心者犹如净目，普见一切安为处故。菩提心者犹如大道，普令得入大智成故。菩提心者犹如正计，令其得离诸邪法故。菩提心者犹如大车，普能运载诸菩萨故。
菩提心者，犹如门户，开示一切菩萨行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宫殿，安住修习三昧法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圆院，于中游戏受法乐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舍宅，安隐一切诸众生故。菩提心者，则为所归，利益一切诸世间故。菩提心者，则为所依，诸菩萨行所依处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慈父，训导一切诸菩萨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慈母，生长一切诸菩萨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乳母，养育一切诸菩萨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善友，诚意一切诸菩萨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君主，胜出一切二圣人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帝王，一切运中得自在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大海，一切功德悉入中故。菩提心者，如须弥山，于诸众生心平等故。菩提心者，如铁围山，摄持一切诸世间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雪山，长养一切智慧要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香山，出生一切功德香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虚空，诸妙功德广无边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莲花，不染一切世间法故。菩提心者，如调慧想，其心善顺，不广利故。菩提心者，如良善马，远离一切诸恶性故。菩提心者，如调御师，守护大圣一切法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良药，能治一切烦恼病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坑井，陷没一切诸恶法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金刚，悉能穿彻一切法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香妾，能煮一切功德香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妙花，一切世间所要见故。菩提心者，如白旃檀，除众欲热使清凉故。菩提心者，如黑沉香，能熏法界悉周遍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善见药王，能破一切烦恼病故。菩提心者，如皮疾魔药，能拔一切诸惑见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地势，一切主中最为尊故。菩提心者，如毗沙门，能断一切贫穷苦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功德天，一切功德所庄严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庄严具，庄严一切诸菩萨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劫烧火，能烧一切诸有为故。菩提心者，如无生根药，长养一切诸佛法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龙珠，能消一切烦恼毒故。菩提心者，如水清珠，能清一切烦恼浊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如意珠，召集一切诸贫乏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功德瓶，满足一切众生心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如意树，能御一切庄严具故。菩提心者，如额雨衣，不受一切生死垢故。菩提心者，如白蝶线，从本以来性清净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快利离，能治一切众生田故。菩提心者，如那挪言，能催一切我见敌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快见，能破一切诸苦谛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利毛，能穿一切烦恼甲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坚甲，
能护一切如理心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利刀，能斩一切烦恼手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利剑，能断一切骄慢慨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勇将床，能伏一切诸魔君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利具，能结一切无明树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利斧，能伐一切诸苦树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冰杖，能防一切诸苦难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善手，防护一切诸度生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好足，安利一切诸功德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眼药，灭除一切无明义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前灭，能拔一切生见刺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握具，悉除生死诸劳苦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善之事，能解一切生死福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好征财，能除一切贫穷事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大导师，善知菩萨出药道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福藏，出功德财，无匮乏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涌泉，生智慧水，无穷尽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明镜，普现一切法门相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莲花，不染一切诸罪垢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大河，流引一切度摄法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大龙王，能御一切妙法语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命根，任持菩萨大悲身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甘露，能令安住不死界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大网，普摄一切诸众生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眷锁，摄取一切所因化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钩饵，出有渊中所居者故。菩提心者，如阿伽陀药，能令无病永安隐故。菩提心者，如除毒药，悉能消歇贪爱毒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善持咒，能除一切颠倒毒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疾风，能卷一切诸障物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大宝舟，出生一切绝分宝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好种性，出生一切白净法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住宅，诸功德法所依处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世寺，菩萨生人貌义处故。菩提心者，如炼金药，能治一切烦恼垢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好命，圆满一切功德位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正道，令诸菩萨入智成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好气，能持一切白净法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时雨，能灭一切烦恼尘故。菩提心者，则为住处，一切菩萨所住处故。菩提心者，则为受行，不取声闻解脱果故。菩提心者，如镜琉璃，自性明洁，无诸垢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地清宝，出过世间二圣智故。菩提心者，如更漏故，觉诸众生烦恼睡故。菩提心者，如清净水，性本澄洁无垢浊故。菩提心者，如阎浮金，应夺一切有为善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大山王，超出一切诸世间故。
菩提心者，则为所归，不惧一切诸来者故。菩提心者，则为毅力，能除一切衰恼事故。菩提心者，则为妙宝，能令一切心欢喜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大师慧，充满一切众生心故。菩提心者，则为尊胜，诸众生心无与等故。菩提心者，犹如福藏，能摄一切诸佛法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因陀罗网，能伏烦恼阿修罗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婆罗那风，能动一切所因化故。菩提心者，如因陀罗火，能烧一切诸祸习故。菩提心者，如佛之体，一切世间因供养故。善男子，菩提心者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。居要言之，应知悉与一切佛法诸功德等。何以故？因菩提心出生一切诸菩萨行，三世如来从菩提心而出生故。是故，善男子，若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则已出生无量功德，普能摄取一切智道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得无畏仰，离无恐怖，何等为物？所谓火不能烧，毒不能中，刀不能伤，水不能漂，烟不能熏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得一切智菩提心要，贪火不烧，嗔毒不中，握刀不伤，有流不飘，诸觉观焉不能熏害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得解脱药，终无恨难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得菩提心解脱智药，永离一切生死恨难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持摩诃印伽药，毒蛇闻气，即皆远去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持菩提心大印伽药，一切烦恼诸恶毒蛇闻其气者，悉皆散灭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持无胜药，一切冤敌无能胜者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持菩提心无能胜药，悉能降服一切魔君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持毗毗魔药，能令毒箭自然堕落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持菩提心毗毗魔药，令贪恚痴诸邪见见自然堕落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持善见药，能除一切所有诸病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持菩提心善见药王，悉除一切诸烦恼病。善男子，如有药树名山陀那，有取其皮以涂疮者，疮即除愈，然其树皮随取随生，终不可尽。菩萨摩诃萨从菩提心生一切智树，亦复如是。若有得见而生信者，烦恼业疮悉得消灭，一切智树出无所损。善男子，如有药树名无生根，依其力故增长一切阎浮提树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树亦复如是，依其力故增长一切学与无学，及诸菩萨所有善法。善男子，譬如有药名阿兰婆，若用涂身，
生知与心显有堪能，菩萨摩诃萨得菩提心阿兰婆样，亦复如是，令其生心增长善法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得念力样，凡所闻事一持不忘。菩萨摩诃萨得菩提心念力妙药，悉能闻持一切佛法，皆无忘失。善男子，譬如有药名大莲花，其有福者祝寿一劫。菩萨摩诃萨服菩提心大莲花药，亦复如是，于无数劫寿命自在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执一行药，人与非人悉不能见。菩萨摩诃萨执菩提心一行妙药，一切诸魔不能得见。善男子，如海有珠名普及众宝，此珠若在，假使结火焚烧世间，能令此海减于一滴，无有是处。菩萨摩诃萨菩提心珠亦复如是，住于菩萨大愿海中，若常一持不令退失，能坏菩萨一善根者，终无是处。若退其心，一切善法即皆散灭。善男子，如有摩尼名大光明，由以此珠璎珞生者，应蔽一切宝庄严具，所有光明悉皆不现。菩萨摩诃萨菩提心宝亦复如是，璎珞其身，应蔽一切二圣心宝诸庄严具，悉无光彩。善男子，如水清珠能清浊水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珠亦复如是，能清一切烦恼垢浊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得住水宝，系其身上，入大海中不为水害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得菩提心住水妙宝，入于一切生死海中，终不沉没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得龙宝珠，持入龙宫，一切龙蛇不能为害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得菩提心大龙宝珠，入欲界中，烦恼龙蛇不能为害。善男子，譬如地势琢摩尼观，应蔽一切诸余天众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着菩提心大愿宝观，超过一切三界众生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得如意珠，灭除一切贫穷之苦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得菩提心如意宝珠，远离一切邪命部位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得日精珠，持相日光而生于火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得菩提心至日宝珠，持相至光而生至火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得月精珠，持相月光而生于水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得菩提心月精宝珠，持此心珠见回向光而生一切善根愿水。善男子，譬如龙王手戴如意摩尼宝冠，远离一切冤敌部位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着菩提心大悲宝冠，远离一切恶道诸难。善男子，如有宝珠名一切世间庄严藏，若有德者，令其所欲悉得充满，而此宝珠无所损减。菩提心宝亦复如是，若有德者，令其所愿
悉得满足，而菩提心无有损解。善男子，如转轮王，有摩尼宝置于宫中，放大光明，破一切暗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以菩提心大摩尼宝住于欲界，放大智光，悉破诸趣无明黑暗。善男子，譬如地清大摩尼宝，若有为此光明所处，即同其色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宝亦复如是，观察诸法为相善根，与不即同菩提心色。善男子，如琉璃宝，于百千岁出不净中，不为臭秽之所染着，性本净故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宝亦复如是，于百千劫住欲界中，不为欲界过患所染，犹如法界性清净故。善男子，譬如有宝明净光明，悉能应蔽一切宝色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宝亦复如是，悉能应蔽一切凡夫二圣功德。善男子，譬如有宝名为火焰，悉能除灭一切暗明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宝亦复如是，能灭一切无知暗明。善男子，譬如海中有无价宝，商人采得，船载入城，诸于摩尼百千万种光色，价值无与等者，菩提心宝亦复如是，住于生死大海之中，菩萨摩诃萨乘大愿船，生心相续，载之来入解脱城中，二圣功德无能及者。善男子，如有宝珠名自在王，出阎浮中，去日月轮四万游巡，日月宫中所有庄严，其珠隐现，其皆具足，菩萨摩诃萨发菩提心净功德宝亦复如是，住生死中，照法皆空佛至日月，一切功德悉于中现。善男子，如有宝珠名自在王，日月光明所照之处，一切财宝衣服等物所有价值悉不能及，菩萨摩诃萨发菩提心自在王宝亦复如是，一切智光所照之处，三世所有天人二圣漏无漏善，一切功德皆不能及。善男子，海中有宝名曰海藏，普现海中诸庄严事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宝亦复如是，普能显现一切智海诸庄严事。善男子，譬如天上阎浮檀经为除心王大摩尼宝于无极者，菩萨摩诃萨发菩提心阎浮檀经亦复如是，除一切智心王大宝于无极者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善调龙法于诸龙中而得自在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得菩提心善调龙法于诸一切烦恼龙中而得自在。善男子，譬如勇士披执铠杖，一切冤敌无能降服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披执菩提大心铠杖，一切业火诸恶冤敌无能屈服。善男子，譬如天上黑旃檀香，若烧一株，其香普熏小千世界，三千世界
满中珍宝，所有价值皆不能及。菩萨摩诃萨菩提心香亦复如是，一念功德普熏法界，声闻缘觉一切功德皆所不及。善男子，如白旃檀，若以徒生，悉能除灭一切热恼，令其身心普得清凉。菩萨摩诃萨菩提心香亦复如是，能除一切虚妄分别贪贵痴等诸惑热恼，令其具足智慧清凉。善男子，如须弥山，若有净者即同其色。菩萨摩诃萨菩提心山亦复如是，若有净者悉得同其一切智色。善男子，譬如波利直多罗树，其皮香气阎浮提中若婆施迦，若占波迦，若苏摩那，如是等花，所有香气皆不能及。菩萨摩诃萨菩提心树亦复如是，所发大愿功德之香，一切二圣无漏界地智慧解脱，解脱之见诸功德香悉不能及。善男子，譬如波利直多罗树，虽未开花，应知即是无量诸花出生之处。菩萨摩诃萨菩提心树亦复如是，虽未开发一切智花，应知即是无数天人众菩提花所生之处。善男子，譬如波利直多罗花一日熏衣，占波迦花、婆利施花、苏摩那花，虽千岁熏亦不能及。菩萨摩诃萨菩提心花亦复如是，一生所熏诸功德香，普摄十方一切佛所，一切二圣无漏功德，百千劫熏所不能及。善男子，如海岛中生野子树，根茎枝叶即以花果，一切众生恒取受用，无时暂歇。菩萨摩诃萨菩提心树亦复如是，是从发起悲愿之心，乃至成佛正法住世，常时利益一切世间无有间歇。善男子，如有药之名喝宅家，人获得之，以其一两便千两铜悉成真经，非千两铜能辨此药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以菩提心为相制药，普遍一切业火等法，悉使成于一切智相，非业火等能辨其心。善男子，譬如小火随所焚烧，其焰转炽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火亦复如是，随所攀援炽焰增长。善男子，譬如一灯燃百千灯，其本一灯无减无尽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灯亦复如是，普燃三世诸佛智灯，而其心灯无减无尽。善男子，譬如一灯住于暗室，百千年暗悉能破尽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灯亦复如是，入于众生心室之内，百千万亿不可说劫诸业烦恼种种暗障悉能除尽。善男子，譬如灯柱随其大小而发光明，若一高油明中不绝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灯亦复如是，大愿为柱光照法界，亦大悲油教化众生，庄严国土施作佛事，无有修习。善男子，
譬如他挂自在天王，冠阎浮檀真经天冠，欲界天子主庄严具，皆不能及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观菩提心大愿天冠，一切凡夫二圣功德皆不能及。善男子如狮子王啸吼之时，狮子儿闻皆增有见，于兽闻之即皆窜伏。佛狮子王菩提心吼应知一耳，诸菩萨闻增长功德，有所得者闻皆退散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依狮子经而为月旋，其音即奏，于弦悉绝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以如来狮子波罗蜜身菩提心经为法月弦，其音即奏，一切五欲即以二圣诸功德弦悉皆断灭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依牛羊等种种诸乳，假使积极盈于大海，依狮子乳一滴头中，悉皆变坏，直过无碍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以如来狮子菩提心乳着无量劫业烦恼乳大海之中，悉令万念直过无碍，终不住于二圣解脱。善男子，譬如嘉陵平且鸟在卵雀中有大势力，一切诸鸟所不能及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于生死雀发菩提心，所有大悲功德势力声闻缘觉无能及者。善男子，如金翅鸟王子初始生时，目则名利，非则境界，一切诸鸟虽久成长无能及者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发菩提心为佛王子，智慧清净，大悲勇猛，一切二圣虽百千劫久修道行，所不能及。善男子，如有壮夫手执利矛刺尖密甲，直过无碍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执菩提心先立快矛刺诸邪见，随年密甲悉能穿彻，无有障碍。善男子，譬如摩诃那伽大力勇士若愤威怒，于其额上必生疮疱，疮若未合，阎浮提中一切人民无能制服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若起大悲必定发于菩提之心，心未舍来，一切世间魔及魔民不能为害。善男子，譬如摄师有诸弟子虽未惯习，其师记忆然其智慧方便善巧，于一切人所不能及。菩萨摩诃萨初始发心亦复如是，虽未惯习一切智行，然其所有愿智解欲一切世间凡夫二圣悉不能及。善男子，如人学摄心安其足好习其法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欲学如来一切智道先当安住菩提之心，然后修行一切佛法。善男子，譬如幻师将作幻事，先当起意一持幻法，然后所作悉得成就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将起一切诸佛菩萨神通幻事，先当起意发菩提心，然后一切悉得成就。
善男子，譬如灌树，无色现色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下亦复如是，虽无有色，不可睹见，然能普于十方法界，示现种种功德庄严。善男子，譬如猫狸，才见于鼠，鼠即入穴，不敢复出。菩萨摩诃萨发菩提心，亦复如是，战以慧眼观诸惑也，皆即篡逆，不复出生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着阎浮金庄严之具，硬币一切皆如巨墨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着菩提心庄严之具，硬币一切凡夫二圣功德庄严，悉无光色。善男子，如好磁石，少分之力即能吸坏诸铁钩锁，菩萨摩诃萨发菩提心亦复如是，若起一念，悉能坏灭一切见欲无明钩锁。善男子，如有磁石，铁若见之即皆散去，无留住者，菩萨摩诃萨发菩提心亦复如是，诸业烦恼二圣解脱，若暂见之即皆散灭，亦无住者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擅入大海，一切水族无能为害，假使入于摩羯鱼口，亦不为彼之所吞噬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发菩提心入生死海，诸业烦恼不能为害，假使入于声闻缘觉实际法中，亦不为其之所留难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饮甘露浆，一切诸物不能为害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饮菩提心甘露法浆，不堕声闻，辟之佛地，以居广大悲愿力故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得安善那药，以图其目，虽行人间，人所不见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得菩提心安善那药，能以方便入魔境界，一切众魔所不能见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依附于王，不畏于人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依菩提心大势力王，不畏障盖恶道之难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住于水中，不畏火焚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住菩提心善根水中，不畏二圣解脱智火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依以猛驾，即不怖畏一切冤敌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依菩提心勇猛大驾，不畏一切恶行冤敌。善男子，如是天王执金刚杵，摧伏一切阿修罗众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持菩提心金刚之杵，摧伏一切诸魔外道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服阎灵药，长得冲健，不老不寿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服菩提心阎灵之药，于无数劫修菩萨行，心无疲厌，亦无染浊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调和药汁，必当先取好清净水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欲修菩萨一切行愿，先当发起菩提之心。善男子，如人护生，先护命根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护持佛法亦当先护菩提之心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命根若断，不能利益父母宗亲，
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舍菩提心不能利益一切众生，不能成就诸佛功德。善男子，譬如大海，无能坏者，菩提心海亦复如是，诸业烦恼二圣之心所不能坏。善男子，譬如日光，心秀光明，不能硬币，菩提心日亦复如是，一切二圣无漏之光所不能蔽。善男子，如王子出生，即为大乘之所尊重，以种性自在故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于佛法中发菩提心，即为其宿九修梵行声闻缘觉所供尊重，以大悲自在故。善男子，譬如王子，年虽幼稚，一切大乘皆悉敬礼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虽初发心修菩萨行，二圣其咎皆因敬礼。善男子，譬如王子，虽于一切乘所之中未得自在，以具王相，不与一切诸乘所等以生处尊胜故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虽于一切业烦恼中未得自在，然以具足菩提之相，不与一切二圣齐等以种性第一故。善男子，譬如清净摩尼妙宝，言有异故，见为不净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宝亦复如是，无智不信，未为不净。善男子，譬如有药为咒所持，若有众生见闻同住，一切诸病皆得消灭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药亦复如是，一切善根智慧方便菩萨愿智共所摄持。若有众生见闻同住意念之者，诸烦恼病悉得除灭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常持甘露，其身毕竟不变不坏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若常一持菩提心甘露，令愿至生毕竟不坏。善男子，如机关木人，若无有懈生即离散，不能运动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无菩提心行即分散，不能成就一切佛法。善男子，如转轮王，有沉香宝名曰象藏，若烧此香，王四种兵悉腾虚空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香亦复如是，若发此意，即令菩萨一切善根永出三界，行如来至无为空中。善男子，譬如金刚，唯从金刚处及金处生，非于宝处生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金刚亦复如是，唯从大悲救护众生金刚处，一切智智殊胜境界金处而生，非于众生善根处生。善男子，譬如有树名曰无根，不从根生，而枝叶花果悉皆繁茂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树亦复如是，无根可得，而能长养一切智智神通大愿，枝叶花果扶疏应应，普覆世间。善男子，譬如金刚，非劣恶气即以破气所能容持，唯除全具上妙之气，菩提心金刚亦复如是，非下列众生千疾破戒懈怠妄念无智气中所能容持，
亦非退失殊胜志愿，散乱恶绝众生气中所能容持。唯除菩萨生心宝器，善男子譬如金刚能穿众宝，菩提心金刚亦复如是，悉能穿彻一切法宝。善男子譬如金刚能坏众山，菩提心金刚亦复如是，悉能摧坏诸邪见山。善男子譬如金刚虽破不全，一切众宝犹不能及，菩提心金刚亦复如是，虽复智烈少有亏损，犹胜一切二圣功德。善男子譬如金刚虽有损缺，犹能除灭一切贫穷，菩提心金刚亦复如是，虽有损缺不净诸行，犹能舍离一切生死。善男子如少金刚悉能破坏一切诸物，菩提心金刚亦复如是，入少境界即破一切无知诸惑。善男子譬如金刚非凡人所得，菩提心金刚亦复如是，非利益众生之所能得。善男子譬如金刚不是宝人，不知其能，不得其用，菩提心金刚亦复如是，不知法人，不了其能，不得其用。善男子譬如金刚无能消灭，菩提心金刚亦复如是，一切诸法无能消灭。善男子如金刚杵，诸大力人皆不能持，唯除有大那罗延力菩提之心亦复如是，一切二圣皆不能持，唯除菩萨广大因缘坚固善力。善男子譬如金刚一切诸物无能坏者，而能普坏一切诸物，然其体性无所损减，菩提之心亦复如是，普于三世无数劫中，教化众生修行苦行，声闻缘觉所不能者，贤能作之，然其毕竟无有疲厌，亦无损坏。善男子譬如金刚鱼不能持，为金刚地之所能持，菩提之心亦复如是，声闻缘觉皆不能持，唯除去向萨婆惹者。善男子如金刚器无有瑕缺，用成于水，永不渗漏而入于地，菩提心金刚器亦复如是，成善根水，永不渗漏令入诸趣。善男子如金刚髻能持大地，不令坠没，菩提之心亦复如是，能持菩萨一切行愿，不令坠没入于三界。善男子譬如金刚久处水中不烂不湿，菩提之心亦复如是，于一切劫处在生死业惑水中无坏无变。善男子譬如金刚一切诸火不能烧燃，不能令热，菩提之心亦复如是，一切生死诸烦恼火不能烧燃，不能令热。善男子譬如三千世界之中金刚座上，能持诸佛坐于道场，降伏诸魔，成等正觉，非是于坐之所能持，菩提心坐亦复如是，能持菩萨一切愿行，诸波罗蜜诸忍诸地为相受记，修习菩提助道之法，供养诸佛，闻法受行，一切于心所不能持。
善男子，菩提心者，成就如是，无量无边，乃至不可说不可说殊胜功德。若有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则获如是胜功德法。是故善男子，汝获善力，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求菩萨行，以得如是大功德故。善男子，如汝所问，菩萨云何学菩萨行，修菩萨道？善男子，如可入此毗卢遮那庄严藏大楼阁中周遍观察，则能了知学菩萨行，学以成就无量功德。